以佛我众佛愿，哈利路亚，大声高歌赞佛愿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共在宣告，哈利路亚，星火光荣救世关，哈利路亚。常住因你圣福活，哈利路亚，复我生命与希望，哈利路亚，界住复活到上生，哈利路亚，从此心灵寄天上，哈利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主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共用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再一次复活节快乐！我哋喺呢个复活日八日嘅星期咧，去到第八天，今日系复活节第二主日，亦都系呢一个救主慈悲或者神圣慈悲嘅主日。過往九天，我哋好多人都做咗呢個九日經禮。今天特別有呢一個大赦，凡係我哋為自身或者為一個已亡嘅親友懇切嘅祈求，特別係為教宗嘅意向啊。如果有可能咧，就親臨到領聖體啊，或者辦告解啊。如果唔可能咧，教宗亦都係豁免咗啦，可以咧。藉着因為身體啊或者疫症嘅環境底下，唔能夠去到聖堂親領聖體咧，神領聖體都可以。但係我哋咧都要喺一個唔喺大罪之中啊，可以領到呢一個嘅特別嘅大赦。我哋感謝天主俾呢個機會，我哋去光榮佢嘅復活，去光榮佢嘅救恩，去光榮佢對我哋嗰份嘅仁愛，讓我哋所以帶住感恩嘅心，帶住。一切我哋嘅祈祷嘅意向，我哋自身成圣嘅需要，甚至我哋嘅破碎跌倒，我哋嘅罪过软弱，我哋都一齐带到佢面前，诚心忏悔，依次佢嘅恩佑，虔诚地进入呢个弥撒感恩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，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。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，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献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，独生之主，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除免世罪者。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坐在圣父之右，借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
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无限仁慈的天主，你藉着每年的逾越庆节，重新振作你子民的信德，求你广施恩宠，使我们深切领悟如何经历了圣洗而得到洁净，并由圣神而重生，又靠着基督的血而获得救赎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恭读中途大事录。众信徒都是一心一意，凡各人所有的，没有人说是自己的，都归公用。众徒们以大德能作证主耶稣的复活，在众人前大受爱戴。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贫乏的人，因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，卖了以后把卖得的价钱带来，放在众徒们跟前，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慈爱永远常存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愿以色列家赞美说，上主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愿阿郎家族赞美说，上主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愿敬畏上主的人赞美说，上主的仁慈永远常存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爱永远常存。上主的右手将我高举，我不至于死，必要生存，并要宣扬上主的功程。上主惩罚我虽非常严厉，但却没有把我交于死亡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这是上主的所作所为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。请你们赞颂上主，因为他是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攻读圣约望一书。亲爱的诸位，凡信耶稣为麦西亚的，是由天主所生的；凡爱生他之父的，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。几时我们爱天主又遵行他的诫命，那就知道我们也爱天主的子女。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，因为凡由天主所生的必得胜世界，得胜世界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。谁得胜世界呢？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？这位就是经过水及血而来的耶稣基督，他不但以水，也是以水及血而来的，并且有圣神作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Alleluia, Allelui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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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eluia。主说多默，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。
Hallelujah, Hallelujah, Hallelujah. 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共读圣约望福音，主愿光荣归于你。日昼的第一天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见了主，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，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，说：你们领受圣神吧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；你们保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被保留。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狄狄摩的多麦，当耶稣来时，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。其他门徒向他说：我们看见了主。但多麦对他们说：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八天以后，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麦也和他们在一起。门户关着，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，说：愿你们平安。然后对多麦说：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吧，并伸过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做无信德的人，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。多麦回答说：我主，我的天主。耶稣对他说：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神迹，没有记载在这部书上。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麦西亚，天主子，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。上主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在这个福音的读经里面，我们都看到很熟悉的经文，但是要看少少细节，重点，一些的重点。第一样东西就是耶稣的复活，他说一周的第一天是复活那天。复活那位，即是讲翻上个礼拜日啦。复活嗰晚，个门嗰十一个钟头咧，未见到复活咗嘅主啊，就系啲女人朝头早见到，报告咗俾佢哋，但系佢哋都半信半疑啊，因为女人嘅见证喺当时唔系太重视嘅，同埋可能玛利亚马特勒勒咧，太过欢喜，欢喜得滞，以为佢傻咗吓，咁咧就耶稣来到他们中间，这十一个是最亲他的人，十一个都离弃了他，说就说约望在十字架下，但是在山羊的时候都是离弃了他，都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走路着草，跟着虽然一直都跟着，得一个唯一的代表，显出其实如果十个都很失败，有一个上吊，有达斯，咁所以佢哋匿埋咧，又怕啦，怕猶太人啦，啲人話俾佢知耶穌復活咗都唔敢信啦嚇。咁耶穌嚟到中間，一句怨言都冇，冇斥責，冇怨言，冇指點，願你們平安。呢種咁嘅平安嘅私語咧，耶穌其實喺最後晚餐正開始咁樣講嘢。由佢十三至十七章嘅与门徒嘅最后嘅交谈里边咧，里边正讲啊，十四章嚟，我冇记错，十四章尾正开始讲，我会我平安留给你们，我的平安赏给你们，不像世界所给的平安，愿你们有平安吓。
在这里，这个平安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标记。我们怎样得到这个不来自世界的平安呢？就是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耶稣战胜了。外面今天几乱都好，我知道我和主修和了，我怕什么？死我去天堂，受苦我为救灵赎罪，没有可以打败我。最重要的事已经交代了，因为我与主相佳。很多基督徒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掌握到这件事，要掌握到的。因为现在很多人，很多教友都是很担惊受怕，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支柱重点的磐石在哪里，就是我与主修和，因为他已战胜阻碍我进天堂的一切。既然我去天堂的路是肯定了，我怕什么？怕，有人说不怕死，怕不死而已，死了一半那怎么办？最长你都是100岁命，相比于永恒，可以换取永恒的，受苦在世几耐，值得啊。如果受苦可以救其他灵魂，换取更多的永恒的年数，值得啊。值得。跟住唔单止赐佢哋平安啊，虚气俾圣神俾佢哋。圣神降临唔系喺再迟几十日之后要发生咩咁？再迟你都计翻43日之后要发生咩咁？唔系啊，50日之后要发生咩吓？嗱，圣神可以俾好多次嘅，呢度俾圣神咧，特别系俾乜嘢？赦罪之权。有啲人话点解天主教徒要去揾神父办告解啊？呢度就讲咗啦。耶稣给了赦罪之权给中途，没有给其他人，只给了中途。不是用五饼二鱼的时候跟大众讲，不是增幅八端的时候跟大众讲，他在这个匿埋的地方，隐藏的地方，特别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当中，只给了他们。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会被赦免。你们保留谁的罪，谁的罪就会被保留。这句说话其实在这个腓利伯的凯撒勒亚呢，他们已经曾经讲过，但是当时只是给了百多禄。逢是这些跟众中徒们讲，但是又特别只是跟百多禄讲多一次那些呢，就是意思就是只是给了圣职人员。次次都是的。次次都是的。正是给了圣职人员，就如洗脚的时候赋予了他们施铎的时候，个个都洗脚，跟着百多禄说什么？洗埋我全身啊，不洗的，只是洗你的脚得的，你要学习我，就是给了施铎，即是他们的了，那里正是给神父主教。这里就看到耶稣他说，是啊，十字架上面的死亡是为众人已经施予了救赎，施予了宽恕，但是我们要领受宽恕呢，特别是有大罪的时候，有死罪的时候，因为不约望一书的最尾第五章水到最尾有讲会死的罪，是祈祷单单教会里面我们互相祈祷是不够的。那怎样够啊？找神父，因为耶稣给了他们的决定权去赦罪。在犹太人的的信念里面呢，没人可以赦罪的。我们不是讲自己得罪了人，我跟他谈回、哦、大家宽恕，不是讲那件事，是你作为第三者瓦解了别人罪的束缚，只有天主可以做到。但是他耶稣他分享了这个只有天主的权威给施铎。什么的人啊？这些是不是很多日之前，什么两日之前，三晚之前正离弃完他，背叛过他，
否认过佢，唔企喺十字架下嘅人，佢依家话：我俾你个权柄，你去赦罪。呢个系男人嘅做法。男人做法就系点咧？你唔使讲咁多嘅。你觉得自己失败嘛？我授权你去做呢样嘢，就话俾你知，我宽恕咗俾，唔单止我宽恕你，我重视你，我觉得你得，你可以翻转头嘅。就是俾个重任俾你，呢个系男人做嘢就系咁啊。咁耶稣就系非常典型嘅一个男人，同另外一班非常典型嘅男人就系话：，心照噶啦，你去赦罪啦。咁你就会明白你嘅罪被赦咗啦，就系咁简单。呢个系头嗰半今日嘅福音。跟住点啊？多默唔喺度，狄狄摩系佢嘅花名。意思佢系孖生嘅，孖生咩意思咧？唔知道，可能有另外一个好似佢个样啦，或者系佢个样好似耶稣都唔出奇，不咁重要，佢唔喺度。咁有啲人咧，我觉得即系太过觉得呢个吓多默太过冇信德啊，即系好多时话多默唔够信心。其实唔系咁意思，任何呢十一个宗徒如果唔喺度咧，都会怀疑。任何一个唔喺处都会怀疑，冇人有资格话你冇信德。佢哋可以咁样讲，因为佢哋已经见到主啫嘛。我哋亦都要小心呢样嘢，就系话，你冇信德嘅你。你我哋点解要咁巴闭，即系话人哋冇信德啊？如果你嘅你令到你有信德嘅经历系冇咗嘅，你会同别人一样咁差嘅。如果我哋将我哋摆喺别人挣扎紧嘅信仰之中，同样嘅经历里边，我哋可能比别人更差。但系姑勿论点都好咧，天主嘅慈悲知道多默需要乜嘢就俾佢。哇，你要探入嚟探啦，手指嘅孔手孔肋旁探入嚟啦，肋旁喺呢边探入嚟啦。他鼓励紧佢，其实佢唔系责备紧佢，佢话你唔好做冇信德嘅人，做有信德嘅人。但系当日佢点啊？佢一见到佢即刻话咩啊？我主，我嘅天主。佢比其余十个更加清晰地明认佢啊！其余十个边度有讲过嘢啫？唯有当日一个系明认佢系天主，系佢嘅救主。是他的主宰。而到最后多默是其中一个少数的宗徒，我们是清楚知道他的目的，他去了哪里，他做了什么事，他所建立在印度南部的教会到今时今日仍然屹立，其余那么多个宗徒有多少个可以讲得到这件事。所以不要看小，不要看小，多默是很有信德的人来的。是很有信德的人，只不过他未经历到，所以我们要渴求这个与主相遇。今天也是庆祝这个神圣慈悲，或者救主慈悲，救主慈悲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件事，因为知道灵魂是很值得我们做任何事去救的。耶稣在上面十字架上面流的血和水绽放出来，血和水和圣神是象征的什么？圣洗入门圣事三样嘢系嘛？洗礼、见证同埋圣体圣血啊！洗礼就系水啦，见证系圣神啦，跟住血就系咩啊？圣体圣事系完全将我哋嘅罪洗去啦，将我哋摆入去耶稣嘅身体里边啦，将我哋变成咗圣神嘅宫殿啦，将我哋摆咗入去父亲嘅屋企。同佢建立翻亲密嘅关系，耶稣所以神圣慈悲上面彰显唔到系个圣神啫，但系今日我哋睇第二篇读经里边都讲啦，佢最初讲水同埋血但系仲有圣神嘅见证咁慈悲耶稣都有圣神喺度，不过冇画出嚟啫，就系彰显紧呢样嘢，就系个 message 个信息就系咩？来吧，我哋系一家人，我愿意做任何嘢，十字架上的死亡，灵魂是很有价值的，所以耶稣有价值的是怎样？是值得我们花费很高去
去买翻嚟，去换取翻嚟。所以灵魂好值得我哋咧摆低好多嘅嘢去赚取翻嚟。我哋受嘅苦啊，能够可以换取成为牺牲啊，去奉献俾天主去赚取灵魂啊，系唔好，绝对唔好去吝啬，亦都唔去埋怨。因为灵魂是值得我们受很多的苦，是恩赐来的。在我们生命的最终，我们会知道，我们会见到，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明白我们做错了几样东西。第一就是一生中太多的痛苦，我们不愿意去受。而那少少我们受的痛苦，我们受得太差，令到不够多的灵魂天主安排了我们去帮的，帮不到他们啊。耶稣给得我们那份，所以不要拒绝，不要逃避。当然我们不是找痛苦，但是痛苦找到我们是应该要受的，不要逃避。逃避到的不属于我们的，应该逃避。但是明知道是来到我们这里，改变不到，控制不到。可能我哋第一个反应系好激心，好大反应，好唔中意发啷礼，闹呢个咒嗰个，心里边想反抗嘅，冇。天主系安排紧你去救灵，安然接受，望住耶稣慈悲嘅圣像，俾佢邀请紧我哋来啊，灵魂。是值得我们一同受苦。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慈悲主日呢，特别是再邀请主耶稣慷慨地跟他说，耶稣，我愿意为救灵受苦，我愿意为救灵不埋怨，我愿意为救灵为而更多为最不愿意为他们祈祷的人祈祷。耶稣，我愿意成为协助你去转化人心的团队。今天不是要政策，不是要对策，不是要什么招式，不是要什么技巧。今天的撕裂、困苦、问题是因为需要更多的人去归化。愿主助佑我们去成为他，协助他这个转变人灵的大工程的合作伙伴。我们宣认我们的信仰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圣同体。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，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，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，而成为人。他就搬着比拉多执政时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国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。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共发。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，同享光荣。他曾藉先知们发言。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。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。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一同献上我们的土星。今天在慈悲主日，我们特别是为所有需要转化的恩宠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那些未认识主耶稣，在很黑暗的地方，在极度的仇恨
罪行当中的人，充满了杀戮的、自私的、骄傲的、妒忌的心的人，在魔鬼掌控之中的人，替造了极大的破坏、残暴、撕裂、欺压，令到很多人受苦的人，心肠非常硬的人，求天主去转化他们。我们为那些认为他们没救的，不相信天主的慈悲，不认为天主是为他们的，甚至对天主、对教会视为仇敌的人，我们求天主给他们经验他的真实。我们为那些未必在很大罪恶之中，但是那些跟随天主，那些其实是外面是教友，但是内在仍然是被很多的私欲编成，有很多的罪恶、罪根，有很多生活的习惯，有很多对自己未宽恕的过往所做的错事，一些自己的软弱所束缚而经历不到自由的人，我们为他们的释放而祈祷。我们为许多冷淡的人，冷淡的人是耶稣圣心最伤痛的，令到他在苦难之中受最大的痛苦的，求天主亦都转化他们，点燃他们，融化他们内心的那份的冰冷。愿所求，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我们自己的见证，为我们能够跳出我们内心的俾自己嘅一啲嘅不釋放，對自己嘅自滿，對自己嘅一啲嘅覺得係做得唔錯，唔願意去行多一步，唔願意去容許天主去幫我哋去突破，嗰種有種嘅自己覺得滿足咗嘅感覺，嗰種懶懶行嘅嘅病態，嗰種怕事，唔願意去做眼前嘅仁愛，對痛苦困難好討厭、好拒絕、好隔離、好容易發脾氣，種種呢啲咁嘅我哋嘅錯誤嘅觀念、性格，我哋祈求天主去清洗、去聖化、去轉變。我哋同聲祈禱。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我们家庭、我们的团体、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成为好的酵母，让我们懂得去日复一日由内转向外，关心别人的需要，日复一日更多，让我们学习去求恩宠，成为爱、慈悲怜悯的 大师，日复一日去更加变得积极主动，同埋信節地咧，去輔助別人嘅需要。我哋同聲祈禱，求主俯聽我們，為世界嘅轉化。凡係有災難、有痛苦、有黑暗，凡係生命被踐踏，人被遷徙，被歧視，被攻擊，無辜被囚禁，人權被剝奪嘅地方，求主去救拔。求主去保护，求主赐他们安居乐土，为施暴之人，为协助者，为冷漠者，为见到而不帮手的人，求天主去转化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疫症的结束，为足够的药物疫苗，为病者的痊愈，为临终者能够接受拥抱救主慈悲，亡者得救，为他们的家人赐予希望和力量，为前线人员、高危中工作人员赐予他们一切的祝福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天主，请收纳我们的祷声，求你一一都回答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恩赐是真实，是有力，是能转化我们。愿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
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里面饼呈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上主，求你接纳你子民和新生子女的礼品，我们既因宣认你的名及领受洗礼而获得重生，求你也使我们获享永远的真福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请举心向上，请众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歌颂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，今日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，因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，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，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。为此，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，踊跃欢腾，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至仁慈的圣父，我们仰赖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恳求你悦纳并降福这些圣洁无玷的牺牲。我们将这些礼品呈现给你，首先是为你的圣儿公教会，求你在全球各地赐他平安与团结，保护他，治理他，同时也为你的仆人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多默，辅助他的主教与所有主教，以及所有崇奉真道、忠于大公和中途信仰的人们。上主，求你垂念你的仆婢和所有参礼的人，他们的信德和虔诚是你所深知的。我们为他们或他们为自己和亲友将这赞颂之祭奉献给你，以获得他们自身的得救和所希望的身心安全。他们并向永生真实的天主你呈献自己的心愿。我们联合整个教会，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肉身复活的至圣之日。我们首先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母，众圣童贞荣福玛利亚，并纪念圣母的正配圣约瑟及你的圣宗徒和殉道者巴多禄和保禄、安德勒、雅各伯、约望、多默、雅各伯、西腓利伯、巴尔多禄某、马窦、西满和达斗、李诺、格莱多、格莱曼多、西斯多、高尔乃略、西比廉、努宁座、克里首高尼、约望和保禄、各斯麦和达利翁，以及所有圣人。求你看他们的功劳和祈祷，在各种境遇中护佑我们。上主，我们恳求你悦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奉献的这些礼品，
我们特别为所有从水和圣神再生的人们奉献，他们全部罪过已获得赦免，求你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，脱免永罚，并得列入你所拣选的人群中。天主，我们恳求你圣化并接受这些礼品，使成为你音响的完美祭献，就是你钟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在受难的前夕，把面饼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，举目向天，仰望你，他的全能天主圣父感谢赞颂你，把面饼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把这珍贵的杯拿在他神圣而可敬的手中，又感谢赞颂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的我者，救世的恩主，你藉着苦难及复活，恢复了我们的自由，求你拯救我们。上主，因此我们作你仆人的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，纪念你的圣子，我主基督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，以及他光荣的升天。我们从你所赐的恩物中，把这纯洁神圣无玷的牺牲、永恒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，奉献于你台前。求你慈祥地垂视这些祭品，并欣然予以接受。就如你曾接受你的义仆阿伯尔的祭品，我们的信仰之父阿巴隆的祭献，和你的大师祭麦基撒德所奉献给你的圣洁的祭品、无玷的牺牲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恳切求你命你的圣天使将这祭品呈献到你至高的祭台上，在你神圣的尊威台前，使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，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之后，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宠。神主，求你也垂念我们的祖先和你的仆婢，他们保持着信德先我们而去，如今正在安眠休息。上主，我们求你赏赐他们及所有安息于基督怀中的人，进入永福光明和安宁的天乡。至于你的仆役，我们罪人，依此你无限的仁慈，求你为赐我们加入你的圣宗徒及殉道者的团体，就是约翰、斯德望、马蒂亚、巴尔纳伯、伊纳爵、亚历山、马尔齐利洛、伯多禄、腓利茨大、伯尔伯都亚、阿加大、路济亚、伊力斯、泽济利亚、阿纳斯、大西亚，以及你的诸圣的团体，求你不要看我们的功过，但按你的宽仁好施，恩准我们加入诸圣的行列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上主，你藉着他不停地创造圣化之生，降福这一切美好之物而赐给我们。全能天主父，愿一切崇敬和荣耀，藉着基督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在圣神的团结中，都归于你，
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中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亡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荣，伸过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膀，不要做无信德的人，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。阿利路亚。神领圣体经，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属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想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，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
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领受了逾越的圣事，恳切求你使这圣事不断存留于我们心中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俯首领受隆重降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天主以藉他唯一圣子的复活为言救赎了你们，并收纳你们成为他的儿子，愿他降福你们，并使你们充满喜乐，阿们。天主既以他救赎的之恩把永远的自由赐予你们，愿他使你们成为永生的承继人，阿们。天主既使你们藉信德和洗礼分享基督的复活，愿他带领你们今世独正直的生活，日后能进入天上的父家，阿们。愿全能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留你们在你们当中，阿们。弥撒礼声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感谢天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咁神父咧喺今日星期日咧，听日至到礼拜六咧就唔会登弥撒，因为神父要休息。咁就下一次登弥撒咧就系、是。下一個主日，復活期第三主日。香城微厄爾總領天使討問：四微厄爾總領天使在戰爭的日子裡保衛我們，免我們陷入魔鬼邪惡的陰謀和奸詐的陷阱中。我們謙卑地祈求，但願上主譴責他。上天萬軍的統帥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、引诱人灵、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，阿们。咁头先讲过啦，今日系慈悲主日啦，咁咧就有大赦嘅，咁啊为领取呢个大赦咧，需要嘅条件咧，其实大部分咧，头先喺弥撒嗰度咧都满全咗啦，为教宗嘅意向啊，咁我哋咧就領取聖體，如果你可以去到彌撒，如果你冇可能，因為種種嘅環境嘅限制咧，咁我哋神領聖體啊，自身處於一個非大罪之中啊，如果係嘅話咧，就應該先去辦告解啦。今日嚇，如果有可能嘅話嚇，咁咧就跟住咧，我哋藉著獻呢個慈悲串經咧，今日咧就為一係自己，一係一個已亡嘅親友嚇，咁咧就。聲明地在先咧，就話啊，我呢個大大赦咧係為呢一個人嘅，咁我哋依家咧就去領取呢個大赦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。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人，又同即玛利亚诞生。就搬著比拉多時蒙難，他被釘十字架，死而埋葬，他下降陰府，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，他要從那裡降來審判生者死者。我信聖神聖義公教會諸聖的相通，罪惡的赦免，肉身的復活，永恆的生命，阿們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愛之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，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，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，
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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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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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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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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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、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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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因他的至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因他的至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耶稣，我信赖你。耶稣，我信赖你。耶稣，我信赖你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门。